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啦，台湾也一样啊。嗯，台湾你现在要做西装裁缝，你找得到多少个？老裁缝师不多了。不多是啊，没有。是啊，我就举这个例子嘛。那为什么很多人到大陆做西装？因为他裁缝多啊。哦。你在台湾，你去做西装看会多贵到什么程度？嗯。这一样嘛。那美国重工业有很多劳工，已经没有人受这种训了嘛。连工人都找不到。找不到。